卓然祥，你过两天要演出了吧？嗯，我看你这两天都没怎么多练习啊。我都会了，我都练出来了。会了也得练熟练呢，光会了不行啊。我给你找个音乐。你这个胳膊呀，表情一点注意，控制一下你表情，静静。你怎么跳不起来呢？那有力气一点呀，卓然祥。你这是演出怎么上去啊？你个手得用力啊，手脚下也不稳，都一点没有爆发力，没有爆发力你都打动不了我，你怎么打动别人？你怎么下来了呢？是我就不练，就不跳了，走了。马上就要演出了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什么意思啊你啊？你要想当冠军，你不付出比别人多十倍的努力，能行吗？从来都没有听过有哪个人、哪个老师那个这样说我，很没面子，所以我才会哭了。我都已经班里跳最好的了，班里跳的最好不是比赛中跳的最好的，光哭没有用啊。嗯，不行，你还得再继续练，你这样不可以。我再给你放音乐，没事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努力一点。在一开始，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。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，卓然祥。我妈妈对我的学习没那么重视，但是对我跳街舞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视的。有哪跳得不好的话，他就很生气，然后就指指点点的对我。手得用力啊，手没有办法力，你都打动不了我，你怎么打动别人？